各位贵宾，还有现场媒体朋友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在黑世界台湾客家联合会理事长张杰安，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今天的记者会。我是世界台湾客家联合会的理事长蒋杰安，今天非常感谢所有的朋友、所有的贵宾来参加今天的记者会。从一安普哈到布海呢，还得发生亚 F-16 哈，这是时间，还得要过去那地方哦，然后空箱的将针织双道哈，目前哈整理详细了哈。昨晚非常不幸的发生这个 F-16失事的事件，我们的国军弟兄，也就是和我同姓的这个蒋正志上校呢，目前生死未卜，还在搜救当中。故事哈，我要向天朝的朋友哈，下面做的他家乡哈哈，老外乡下哈，应该就来默祷蒋正美哈，毕业将政治上到哈，乡下来祝福啦哈，希望做的他做得怎么？那我想。要邀请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哈，就是可以跟我一起来，为这个蒋正志上校来集气啊，祝祷祈福，希望他可以早日平安归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我哋共同咧来好 V 哈，将就会我哋共下来哈，就会来祈福。好，我哋就两样咧哈来祈福。好。